呦，我的个娘啊！你们俩这是，你们俩干什么呢啊？大白天的在我们家怎么干起这个事儿来了？风败俗，哎，闭嘴，你误会了。你给我闭嘴！上次我看你们俩就不对劲，眉来眼去的，伤风败俗，伤风败俗没有吧？你，我都捉奸在床了，你还要打我不是吗？抓人呐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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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冷静点行吗？你要揍你！我刚才说，哎呦，我们家家这是怎么？妈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哎呀，家门不幸啊！妈，有件事情我要跟你说清楚。不要跟我说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媳妇。我不是你们下家儿媳妇了。你说什么啊？你再跟我说一句，你再跟我说一句。等着！哎呦，我们夏家这是怎么了呀？伤风败俗啊！这是离婚证，我跟夏凡已经离婚了。好骗，你就这么骗我，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我跟你没完，我要去找你们领导，还有那个西门庆的领导我也要去找，我就不信了，我就没地儿去跟他讲理了，是不是啊？就没地儿管了啊。妈，您不信是吧？您等着，我现在去找夏凡，让他当面跟您说清楚。索菲亚来了，现在在会议室呢，她让你一来就去见她。她一个人吗？对，一大早就来了，也没提前通知任何人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索菲亚，喝咖啡。谢谢。上次我给你带的礼物喜欢吗？喜欢，谢谢。你要是喜欢啊，回头我再给你多准备一些。那你们先聊着。
你来了怎么也不提前通知一声？我好安排人去接你。